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，尤其是女性，我觉得就算是你的先生对你很好，你也要独立，这样你才会有一种自己的信念，自己这个人的那种精神气儿。嗯，所以那一个女性，如果一个职业女性，她又有家有孩子，她怎么样去确保自己我能够拥有生活，但我不能够放弃我的工作？那就是要找自己信任的人兼顾家庭，而且一定是夫妻双方共同完成家庭承担的这个责任，不能只交给女方一个人。对，